故事要从三年前说起。即墨城原城主失踪，我被奸臣做成了城主的模样。后来我遇到了诗诗，是她让我第一次看到了颜色。我们一起救出了原城主，诗诗却惨被重伤。为了救诗诗，我耗尽了全部精力，也失去了所有记忆，成为了一个不死不活的傀儡人。臭小子，睡了好几年了还没醒呢。想当年你还是城主的傀儡替身，与我徒儿诗诗结缘，如今你靠着千级石吊着口气，他却四处奔波找复活你的解药，真是物是人非呀。来，陪老夫喝两口，这可是好酒。下雪了。老伯，雪大风紧，可否借此地暂避？这外面邪鬼作乱，你一个姑娘家可不安全。那就进来吧。竟然挟持姑娘家，好一个不要脸的邪鬼！老头，交出千金石。又是个来抢千金石的，想要自己来拿吧。千金石只有他自己取得出来，若要强取，千金石也会自毁的。抢跑！怎么是雪？想不到老夫也会中计。雪葵，叶大师见笑了。一生人世，二生葵身，三生彼岸花开。雪葵，你所要的葵心乃是万年玄冰所凝成的冰魄，而不是这小子体内的千机石。生路，大师，带我复活他，叫他亲自为我取出千机石，可好？休想！
你不下暗哨，邪魁胆敢作乱，插翅难逃。小心行回，保护城主。 又何来变这么大的动静？怎么样，啊，城主，为了给你这傀儡劫捧场，我可是特意从水城造了这飞鱼，够意思吧？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？听说南疆进贡了一批往生路，能否借我玩一玩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想复活那个傀儡人？你就说借不借吧。你来迟了，迟日前往生路被邪鬼劫走了。什么？ 师傅，人呢？谁？叶老头，别闹了。
你家？城主。我叫戴沐。你说你认识我，有什么证据？那便是证据。你弹车是我吹过的，你忘了？嗯。你我，啊！你等等等等，我天！你屁股上面有我留下的三颗痣。看到了吧？你现在信了没？还不放我下来！我腿都夹断了。这！说说什么我是你眼中唯一的色彩，结果呢，刚复活就让我挂彩，还说什么要守护我一辈子呢。叶老头呢，他到底把你怎么了？别拽了，这是我新发明的七巧锁，你是拽不开的。哎，好了，我投降。如今他已失忆，想要抓住偃师时逼他交出千机石，看来行不通。无妨，为我取心，岂不是更有趣？我有时日不多，我七日内我得不到千机石，你就休想得到冰魄。届时，就算你吸再多人血，也将霜冻而亡。我自有分寸。下老实了吧，躺下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把我忘了不要紧，我可是修理傀儡的一把高手。丢失的记忆想不想找回来？还说什么要守护我一辈子？你说我承诺过你要守护你一辈子。对啊。这种记忆我还是不要了。今天我必须好好修理修理你，看看你的苦心是不是发霉了。我似乎来得不巧。你谁啊？我是你夕颜姐姐啊。你小时候还偷穿过我衣服呢。哦，那你来干嘛？这是夜巡伯伯送我的半生礼，萌萌。
他近日被邪魁所伤，魁心损坏不能发生，所以想寻求叶璇伯伯帮忙修复。诗诗妹妹，她是何人？这是我的傀儡人，我叫出来做实验的。什么是傀儡人？就是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什么都得听我的。那他是傀儡人吗？对啊，他可比你乖多了。毛毛，来做个后空翻。萌萌虽然是傀儡人，但并不是我的傀儡。他不情愿做的事情，我是不会强迫他的。你看我干嘛呀？我也是很尊重傀儡人的，好吗？你看，我特意做了这么多七巧锁给你当礼物，喜不喜欢？好心当做驴肝肺。我送给小宝。我才不要！我的你。钥匙呢？这确实是我师父造的，但是那老头不知道去哪儿云游了。你们走吧。那我明日再来。那我等你们。哎，等等，什么明日再来啊？我今日就把它修好了。多谢妹妹。公子，快，丹木头，快过来。躺下。喜安，修理傀儡人可是件很危险的事情，你去外面等着吧。嗯。哎，你留下，你留下帮忙，帮。帮我揉揉肩。你的手好聚一些。不能聚！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，萌萌？估计是魁心坏了，你今晚先住下吧，明天我给他换个新的。哥哥想学，傀儡人也可以学琴。不对啊，怎么会爆呢？我的操作都没有问题啊。哦，小宝，小宝，你看什么呢？哥哥似乎对自己傀儡人的身份颇为介意。人又如何，傀又如何，活得自在便好。那人跟傀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夕颜以为应当是情。什么是情？哥哥可曾爱过谁？可曾为谁而心痛？又可曾为谁而甘愿付出自己的性命？
有意思吗？超有意思。好，那我就让你凑近看。他也是你送我的礼物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用它来砸我？我手滑了。你的手好冰。夜深露寒，先失陪了。什么怪象？刚刚我看见夕颜眼睛里有朵花。花？咕噜。是这样的吗？咕噜咕噜。雪葵、雪兰，以冰魄为魁心。若是冰魄，目中彼岸花开，须是人血而活；如若不然，霜冻而亡。聚彼岸花，你为何轻举妄动？他一人不记得也是事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下一步了。时机尚未成熟。好，我放他走。把你的魁星交给我。给你？我就死了。不给，你们俩都得死。不是，你一会儿杀我的时候能不能射得准一点？好，不怕死是吧？我看不清，你帮我指路。有。放我下来吧。我来。咬住我，忍一忍。
会医院编制，血葵的血是蓝色的，你敢让我看吗？我刚才已经看过了。啊，好好，我看见了，你过来。刚才有人要杀我，是夕颜把他给赶走的。我们回去吧。你昨日过分了，若不是我提前服用了朱砂，险些暴露。至少证明你还不足让他为你取信。用不着你提醒我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明明听见有人说话。妹妹是来找我的吗？嗯。那，这是我师父自制的药膏，抹上去应该会好得快点。多谢妹妹。今日实在是对不起了，萌萌，我会尽快修好的。妹妹，你是否真想恢复她的记忆？妹妹可曾听过魁楼阎王？那个贩卖魁星的色老头。实不相瞒，其实他是我师父，不过后来因为我触犯门规被逐出师门。我师父这个人不只懂魁星，还会一门独特的秘术。你拿上这个。萌萌体内的玄方魁星时间少有，据我多方打探，阎王这儿有一块，还好我跟他交情不错。哎，这里便是魁室，当年你还是城主替身的时候搞了个禁魁令，所有傀儡演士都被迫躲到了这里。现在禁魁令解了，这里倒成了傀儡演士们最逍遥自在的地方。城主偶尔也会过来转转。哎哎，没事的。去奔魁星了解一下。小兵儿，赶紧回家去。你没事吧？只是腿上未愈，休息片刻便好。哥哥，先陪诗诗进去吧。走了，他若你也跟着穿，跟我走。干嘛？我跟你们老板阎王是老相识。阎王，来哥，白少多了。不行，走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假的？多脑袋，看他往哪缩。停！眼目。放手！哎！哎呦！想要吗？嗯，那就拿玄方魁星来换。就一个眼珠子，想换我的玄方魁星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们俩来赌一局如何？玄方魁星藏在我的法阵里。如果你们在沙漏流完之前找到玄方魁心，玄方魁心你带走，不然他留下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丹木头，好大的个提示啊！什么鬼地方啊这是？哎！
我已经被门开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的衣服变了。 不知道，感觉有点熟悉。嘘，红橙黄绿青蓝紫，你都能看见了吗？你是傀儡人，怎么会有心跳啊？从第一次见你便有了。像不像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，正在庆祝什么？感觉像是你的声音。 看在眼目的份上，我就帮你一次。带他去你们有深刻回忆的地方，记忆源就在魁星盒子里。找到记忆源呀，他就能想起一切。先找到魁星要紧。 师父莫怕，徒儿不会杀了你的，但这记忆可以找回，应该也可以替换吧。你个猎户，来，帮徒儿也接上了。怎么是你？一直都是我呀，你还记得当年在这里发生过什么吗？ 我是演尸师啊！不对，我是演尸师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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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怎么了？他对演尸师的执念太深，潜意识中抗拒替换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 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杀了圣不多了，先找魁星吧。好。再加点猛料。忙忙忙忙忙忙！哎哎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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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快走！快打开！怎么是空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只不过是想靠梦境催眠唤醒你的记忆，所以你只是打着找鬼心的幌子来骗我找回记忆。我，你为什么要伤害夕颜？我只是以为进入到你内心的深处就能找到你丢失的记忆，只是没想到夕颜会在你心里。所以你杀了他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刚才……盒子是空的，说明他的记忆也是空的。他确实不记得之前发生的一切，现在的他已与过去无关。玄方魁星给你。只有两日时限，再不抓紧，休想得到冰魄。我不是你的傀儡，用不着你教我怎么做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回去吧。那我明日再来。那我等你们。我们回去吧。爹。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城主，没什么。诗诗，近来有邪鬼作祟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嗯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来做什么？现在可以休萌萌了吗？有何不妥？没什么。你们在这儿，我怎么集中精神啊？你们先走吧。走啊！走走走走走。
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办，小宝？我学不好了。没关系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你忘了，我也是玄方魁星。小宝，你谁让我教授你这么不靠谱的主人？算了，不就是换个大点的房子住吗？以后你可得对我好点。咯咯咯。姐姐，萌萌。你好了，萌萌，你可记得伤你的血鬼？血鬼把叶老头抓到魁宫去了。叶老头？哪个叶老头？造我的那个叶老头啊。你是说我师父？嗯。血鬼把我师父抓到魁宫去了。嗯。不行，我得救救他，快带路，走。我警告你，萌萌，是这儿吗？嗯。
你是什么人？小邦，你竟然用他来伤害夕颜？ 是萌萌这么做的，是不是？都是你搞的鬼！你不许伤害姐姐！你看清楚，她是血魁，蓝色的血液，去彼岸花，她一直在骗你。我知道她是傀儡人。我刚才救她的时候，她全然没有心跳。但那又如何？我也是傀儡人。 越来越凉了。姐姐，我们快找师傅阎王来救你。阎王是你师傅？阎王虽然是我的师傅，但我与他向来不和，我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。可是你的师傅……你们先出去吧，我累了。走。 你真的喜欢姐姐吗？是的，怎么了？那你愿意为了姐姐付出一切吗？认识夕颜之前，我并无记忆，也无在意的人，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。可是现在，她便是我的记忆。 我师父，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。城主，大臣们已在议事厅外等候多时了。传令下去，今日休朝。你不必这样。
我没事。奴婢遵命。手艺不精，只能修成这样了。没事儿，他以前就是话太多。夕颜，我给你烧了点热水。我没事，我都是你，害我徒儿至此。前辈，此事是我应对不当，只要您能救下夕颜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哼。他的魁心已经坏了，现在想要救他，只有一样东西。什么？姑娘，这是城主命奴婢送来的衣物，今晚宫宴，您与城主同坐。别摇了。摇得我脑瓜疼，还有，天机石果然巧夺天工。这么好的东西给他，岂不是浪费了？完了，这下彻底完喽。你现在太弱了。把千金石给我。不知好歹。他怎么在你这儿啊？会唱这首曲子？不对，不可能啊！这首曲子只有大木头知道。小心！他怎么知道那里有机关啊？他记得。早就恢复记忆了，是不是？我找他去。怎么了？成事不足。诈事啊你！别再挣扎了，这是专门对付你们邪魁的四方绳，你是挣不脱的。哥哥，你没事，他
我早就知道了你们的阴谋。你没失忆？我之前脑中的确有些混沌，但是阎王的梦境让我想起了一切。 如果你们发现我恢复了记忆，你们一定会抓实施来威胁我的。所以，你后来一直在伪装，让我以为你会为我而牺牲，借此找到叶璇。是。所以，你也从未喜欢过我。 诗诗啊，我把这个臭小子带回来了，我的宝贝徒儿，你快出来吧！莫非那具血魁说的是真的？快走！天罗地网啊！ 哟，原来是姬城主啊！姬城主技高一筹，老夫佩服。天机使，你们自便吧，老夫不奉陪了。 先剁下他一只手。慢着！诗诗，用他换冰魄，够了吧？诗诗。
你要救我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他的。的确是我大意了，但是你敢杀我吗，冰魄？ 千金石给我！我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一点意义了。从他在魁宫抱起夕颜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还说谎！住手！快把千金石给我！我给你。 多次伤害你，每次看你难过，我假装漠不关心，有何不妥？实则心如刀绞。我错了，我怎么可以忘记你？我真是个呆木头，今后你也忘了我吧，我不值得你记得。不要，呆木头。 人又如何？可又如何？活得自在便好。那人跟鬼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夕颜以为，应当是情。 追溯记忆的线索。
实施。哎，太好了，快救我！你的前技师暖暖手。哎，叶老头喝药了吗？他说不喝，我说你要是不喝的话，就让你亲自去喂他，他就全都喝了。这个臭老头，越老越糊涂了，不能惯着他。三生有幸，我至死不。